所有的学员呢已经准备就绪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李教员先画出航线图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从本场起飞了。哎，第一个模拟航路点，说明。所有学员按照逆时针开始转圈。对，我们已经找好了。摩斯密码，报成团开始。不要碰那么紧，停，别动，谁碰我呢？他骨灰有四个呀。哎，他们两个都错了，两个爆了。人罗密欧是三个，他们怎么一个四个两个呢？不是谁多来的呢？这个爆了，然后这个呢？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安排好了啊。对，他是多余的。我们请李教员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罗密欧的正确读音是。胡夏，罗密欧的摩尔斯代码是什么？滴答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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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答滴。哎，大家可以验证一下。好，大家都配对成功了，但是呢已经淘汰了三位学员，请我们的李教员继续航线图。下一个模拟航路点，利马。跑起来。摩斯密码，报成团。不要了，好，现在告诉我落单的是谁？我先到这儿的啊，亮亮。对啊，大家都抛弃了你。我没有，那都抢我，我抢着抢着我就出来了。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，我就是在第二轮就被大家给推出来了。然后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抢我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个人都把我给推走了，然后就被淘汰了。亮亮、胡夏，还有我们一名学员。这个环节被淘汰了。我先放上了，我们不要你，我们当天不要你，出去，好，我们来看看每一组是否是滴答滴滴。恭喜，现在三组留在场上。